找亮点。大家好，就是我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小丑女。马上呢，我就要有新电影了。电影里面呢，我将对抗这个邪恶的黑面具哦。他呢，真是很讨厌的，一直想要得到我。He seems happy to watch me suffer。他呢，好像很喜欢看我被折磨的模样啊。我呢，当然是不会让他得逞的。姐妹们，我们要出发去打架喽！似乎怎么样，好像怎么样呢？英文里面就可以用这个动词 seem。 OK， seem 这个动词呢有几个特殊的用法了。首先呢，我们后面可以加上形容词，注意到呢，有时候也可以加上名词哦，但是呢，比较常见的是加形容词。例如呢，刚刚的例句哦，他看到我受折磨，他好像怎么样呢？ He seems happy， 好像呢很开心的样子。 OK， 我们呢可以再看另外一个完整的例句了。 Tom seemed embarrassed to see me at the night market。 汤姆呢在夜市看到我的时候呢，好像有点尴尬哦，不知道呢是我穿得太清凉了，还是呢他不想被我看到他在吃咸酥鸡。所以呢 seem embarrassed， 我们后面呢就是加上形容词。那刚刚讲到呢，还可以加名词哦。加名词的状况比较少哦，我们还是可以造个例句，像是呢，我很爱买衣服，但是呢 ，buying this new shirt seems a waste of money since I am not wearing this at all。买这件新衣服呢，似乎呢是个浪费钱的举动哦，因为呢，我从来没有穿过了。A waste of money， 我们呢就在 seem 后面加上这个名词喽。另外啊 ，seem 也可以再加上 to 不定词，再加上原形动词了。OK， 比方说呢，这个我的爱人呢，他好像很了解我。Joker seems to know me better than everyone else。小丑啊，似乎呢比任何人都更要了解我了。我们呢也很常在这个 to 后面加上这个 have， 加上 PP 过去分词。这个是呢表示这个现在完成式的动作呢，是表示比 seem更早以前就发生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句。 Cindy seems to have gone out， 她好像已经出门了。这个已经出门了呢，是比我们现在在推测更早以前就发生了，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就使用现在完成式。那知道了这两种重要的用法了，这个也就是说 seem 后面加上形容词，或是呢加上这个 to 加上原形动词。那么否定呢，我们要怎么否定了？我们呢就可以在 seem 前面加上助动词否定，这个是一般的用法。我们呢也可以把 not 加在 to 的前面哦。什么意思呢？我们呢马上就要出发呢去打败这个黑面具了，但是呢这个队友他们呢似乎不太喜欢我的计划哦。 She seems not to like the plan。 OK， 我们呢就可以把 not 加在 to 的前面，或者是呢我们刚刚说一般的否定， She doesn't seem to like the plan， 我们呢也可以使用助动词来否定。两种用法呢都对，就请大家自由发挥咯。